都係首先出現咗喺電視裏面，而大家都可能去好多人因為呢隻歌而認識我，即係九成後呢隻歌就係《愛是永恆》。多謝。好，有咩可以幫到你哋？好，我哋要傾下偈先，因為 technician 可能有少少問題。同我轉個 iPod 俾佢哋。可以啊，佢即刻同時都同你傾下偈啦。即係要再次踏上呢個台板上邊咧，我見到其實已經駕輕就熟啦，喺台慶嘅時候唱呢一個嘅愛是永恆。咁其實咧，即係你哋有冇啲即係問題想問下獎嘅咧？頭先有個朋友想問喎，可唔可以提出啲問下？好啊，你問我，你要問我問。好啊，好啊，問下先，有啲咩想問啊？剛才有個想問幾時開演唱會啊？問你現在不是開緊最大型的演唱會啊，即是 在商場公開來說這個算是第一部，是吧？那 我演唱會的時候我很想看啦，那現在我都很想聽你唱歌喎，好，將個時間交給你唱支歌。好，搞定了，是吧？哦，你好似仲爭少少啊！你俾少少，你俾多少少先。頭先俾個 OK 曬我，係咪啊？我做電視啊嘛，同你一樣啊嘛，係咪啊？一睇到 OK 咁我就行啦。你聽到個 OK 曬？係啊，聽到 OK 曬啊，但係都 OK 嘅。咁但係咧，有啲朋友就話：嗱，出即係開演唱會之餘，都不如出咗唱片先啦，或者會唔會有啲歌曲咧，你都嚟緊都會自己作曲填詞等等咧？其實我一直都揀唔到啱心目中嘅人嘅啫，其實如果有報獎，我一定會寫歌嘅。哇！咁平時咧啲朋友都話啦，寫歌咧都中意匿喺一啲比較私密啲嘅地方咁樣嘅，嚇屋企啊，或者屋企某啲地方啊嗰啲咁啊。咁我想以前咧寫咁多經典嘅歌曲咧，你係用咩嘅即係環境下或者係心情下寫嘅咧？我等啱先話呢個答案俾你聽，因為佢哋真係俾屋企生我啦嘛。謝謝。好，好，最後俾張志光。Thank you。有几多全奉送，闭起的眼中，无论重又重，仍是见着你面容，在我生活中。
个世纪绝未离弃。是你。